师傅，这么慌张干什么？有一则讯息。嘿，讯息是不是？哎呦，看来是粉丝又传讯息过来哦。天气冷了，好怀念家乡鹿港的玉丸哦，可以跪求师傅教我吗？那今天我就化身料理小博士来教大家怎么做这个鹿港的经典小吃鹿港玉丸。那首先呢，就是会用到我们的这个芋头嘛。那芋头的话呢，最好是挑这个没有这个虫咬过的，有坑洞这一些，最好是尽量保持芋头的整个完整性，那里面的这个芋头呢才会松散，才会好吃。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是家里要先准备一个这个刨丝的，通常是刨出来的效果会最好。可是像平常处理芋头是要戴手套嘛，不然手会痒的。哦，对，但是我的手哦，该痒的都痒过。没有，这要好好讲，因为我们在餐厅呢，像芋头啊、山药这一些摸久了已经就免疫了哦，所以我就不怕，也是要看个人体质啊。镜头前的各位啊、哦，你们如果比较珍惜自己娇贵的手呢，哦，我们手套戴着哈、哦，那比较不会痒。那首先你把它刨成粗粗的，它的附着力比较强，它表面上啊，它的淀粉都会跑出来，对不对？等一下在做塑形的时候啊，它会比较好塑形，然后淀粉出来，它也会比较好把这些芋头签呢做一个好的粘黏。那接下来我们来做我们的馅料，那我们一样就是下一点盐巴，盐巴先让这个芋头丝啊软化，然后吃味道，然后一点糖，五香粉，小吃必备的一个香料，然后还有一点白胡椒。那这个部分我们先把调味料先把它抓匀。那玉丸是只有鹿港才有吗？起初最早最早的时候，在我们的鹿港小镇里面，好，这个时候音乐就可以下罗大佑。鹿港的小镇，台北不是我的家。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芋签啊，它已经开始变软了。那我们等一下在包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塑形。但是呢，像这样它的淀粉质这样出来是不够的哦，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再添加一些地瓜粉进来，加水进来把它均衡一下。在揉这个芋签的时候啊，你抓起来它是不滴水的，然后还有一点粉糊在上面，这样我们等一下再塑形才会是最完整。这样呢，我们的芋签就好了。那我们先放旁边稍微静置个十分钟。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我们的肉馅喽。今天呢，我准备到两种肉，一个是一般的超市的绞肉，那另外你可以买这个梅花肉，因为梅花肉呢，通常在餐厅里面呢，它是用在制作叉烧哦。我们吃叉烧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肉很嫩，有没有？它就是使用的梅花肉。那我们一样拌匀之后呢，调料先基本的一点盐巴，主要是先把它的这个肉香跟它的甜分带出来之后呢，我们加进来其他的调料，补一点糖、胡椒粉，然后五香粉呢一定不可或缺。最后呢，我们加这个超市买得到现成的油葱酥也 OK， 你要自己编也行哦。那有些人呢、啊，他会喜欢多一点香料味比较重一点的，他可能会再多加一些葱姜蒜碎这样进来，那也没关系，这个看个人口味。那再来呢，我们最后会补一点酱油，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太白粉。那为什么太白粉在最后才进来呢？因为我们补了一点酱油嘛，有水分可以把这个太白粉把它带开，然后增加我们这个里面肉块的一个粘着度啊，或者说它一个滑嫩度跟弹口性都会相当好。那两个大的元素呢好了之后呢，我们的绞肉一样给它静置一个十分钟。好，那我们的芋签也做好了，我们的馅料也做好了，那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来做这个芋圆。首先呢，我们的碗里面呢可以淋一点油，然后把它抹开，接着把这个芋签摊平，然后做一个底部，那尽量把它摊开，要有一点厚度哦，你太薄的话它里面蒸透的时候呢，它的肉馅就透过去。然后再来我们的肉馅把它放进来，接着我们一样再捏一片这个芋签起来，好像在做外皮这样，那再把它盖起来，用手指稍微压一下，捏好之后呢，我们就一样放到蒸笼里面，大火给它蒸20分钟，好，蒸透。好，那现在我们的芋签呢？芋圆，芋圆，芋丸，芋丸。我们听，
我们的芋丸放到我们的蒸笼，在蒸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就来制作我们的酱汁。在这个鹿港街头吃过芋丸的都知道，它一定会附一个甜辣酱。那这个甜辣酱其实它应该是算是辣米浆酱。我们这边呢一样准备到的有这个海山酱，还有甜辣酱。这边呢我们一样补一点酱油，然后糖进来，那吃起来会有点咸咸滴滴，然后有点辣辣的感觉。补一点水，然后增加它的量体，让它没有那么的咸。好，我们这个酱汁呢都煮滚了之后呢，我们的再来米粉水，虽然它稠度已经有了，但是我们会让它再更稠一点。好，那这样我们辣米浆酱就完成咯。好的，哇，我们等了经过这个20分钟，蒸完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芋丸是不是跟鹿港这个小吃摊一样，它做起来很香哎，满满的芋头味，还有这个五香粉的香气。那最好你要刮的时候呢，还是要放凉之后再刮，那会比较脱模。像这样的芋丸哦，在家里也可以把它做得那么漂亮，然后搭配这样的甜辣酱，这样绝配。如果你是芋头控，这一道一定要学起来。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拜拜。